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再讲一次那个总分。我想，引导你们，我要介绍是那个函式，我们尽量用输入的方式。好，请再看一下总分怎么做，是不是等于输入？我们应该都知道，总分就是 SUM，所以就直接输入 SUM。左刮胡，接下来是不是 number 一 number 二？当你出现这个 number 的时候，就选范围喽。假设我选到这个范围，直接按一下 Enter 键。好，那当然就是快速点两下。平均我也快速算完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名次。名次这边就比较困难一点，我们来看一下名次怎么做。好，一样，你可以先想办法去查到名次，它是 RANK，这是很容易查到的。就是假设我今天我想要算 Excel 名次函数，再做一下给你们看好了。大家一定都告诉你，就是 rank。好，你看哦，在这个地方，成绩处理名次排序这边利用 rank 有看到吗？就是你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用什么函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等于 RANK 刮胡，好，接下来是不是告诉你一个数值？假设我以平均，然后来去做，跟什么？这边有一个叫做 REF，这个 REF 呢，如果你真的不晓得，你可以点它，因为它已经设好超连结了，它准备就要告诉你说，哦，REF 是什么？如果你需要知道，你就可以点它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找的是整个这个范围。整个这个范围，然后而且要锁定这个范围，锁定就是 F4 点一下，它就自动帮你把每一个该锁的都锁起来。因为我今天不管是谁，我都要跟全班的平均来去做比。好，例如说第二个人赵云，他的平均分数75，他也是要跟全班的平均分数来去做比。F4 锁定就是金钱符号，金钱符号居金钱符号二，这是刚我直接按的，我先选了一个范围，直接点 F4，它就做完了。我做完了吗？然后又刮胡，Enter。